接下来节目继续，让我们一起继续欣赏，也就是我们晚间劲歌金曲娱乐制作为我们在场朋友们安排，也就是我们宝贝天使佩翠小姐为我们在场朋友们带来好歌好曲，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她登场。 Come on。姐姐为大家带来这首《霸王别姬》，献给大家。等一下，我要走哪里一边？